哇，这肉烤的欢般香。慢慢烤着，
哇，这也太鲜了吧！哦，爸，这是咋做的？怎么看起来这么攒劲啊？哇，闻上去就很香。哇，这肉烤的光单响，来，脆皮五花肉切开。哇，这烤的也太酥脆了。你看这个切开纤维一下子就出来了，我先来一块。太脆了，切下去都碎了。来，尝尝我的五花肉卷。来块猪皮。外脆里嫩啊。这个是真正的外酥里嫩，嘎嘣脆，吃吃嘎嘣脆，但是这个肉特别香。朋友们能不能听到我这个声音，嚼起来嘎嘣脆，老鲜了。这里面的油完全被烤掉了，一点都不腻。这味道太独特了。来吧，喝一杯。最近是不是换酒了？这酒，怎么感觉？这口感还是可以的。和以前不太一样了。哎呀。来，再来一杯。再来一块。我也再来一块，反正吃的放不下了，吃上瘾了这个味道。走。这个猪皮是完全没有油脂，油都烤完了。我最喜欢吃这脆皮了，这脆皮嚼起来嘎嘣脆，喝着。